我认为你拒绝谈话，我更高你拒绝谈话，我强制谈话。不要拍了啊！警告过你了，不要拍了啊！为什么不给拍？直接拉人吗？为什么不给拍？你拍可以，不要断章取义，不要掐头去尾。我会整个发的。你可以的，你不要急，我马上上来了。